要不要回答是 董事长要不要回答由他来决定、哦、主席有裁事权哦，这是主席的职权。主席可以做裁事的，这是主席的职权。好，多伟大。这样，裴洛西那时候来台湾以后，中国大陆禁演了七天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到底天然气的安全存量有多少？五龟缸，动五龟缸。如果两岸兵凶战危，是中国大陆现在又开始有演习的话，我们可以撑几天？天然气可以撑几天？什么时候断气？报告，现在我们依据规定，啊，今年的安全存量是要八天，哦，安全存量八天，我们现在大概在十一天左右，哦，所以绝对超过安全存量。那至于如果有一些状况，不是、啊、不是，我们现在寄望中国大陆的今年都不要超过你的八天了、啊。顶边佩洛西伊就是七天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现在大概就是两公斤，美国现在两岸是紧绷的，鳄鱼螺旋一直在向上旋转的，旋转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，最敏感的时候，就是中国大陆开完两会嘛，十一号已经开完大会，对不对？最敏感的时间就是到五二零嘛，五二零之前可能就有演习，会超过八天九天，啊，你安全存量只有八天怎么办？到时候台湾不就断气了吗？跟文报告，事实上我们跟台电有一个机制。电跟汽油的机制在协调，我们 会把存量存到最高、哦、所以我们希望除了除草容积天数之外，事业安全存量天数能够拉高，所以我们不断在建除草嘛。那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台电跟中油其实是国安问题嘛，对啦，我们会展开双方的一个机制，那是不是要调整天然气的用量，调整其他、能源配比的用量？对啦，当然你们有在努力，我现在说你跟全国的民众讲，如果出现中国大陆有今年或者有比较兵凶战危的事情，我们到底可以撑几天天然气没有断气？你对着全民讲，对着全民讲，你可以撑几天不会断气？我跟委员报告，事实上可以撑几天，要 depend 一些 case， 你的假设前提，你肯尽最大努力嘛，对不对？尽最大努力可以撑几天？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新闻报道，或者是大陆开始有动作，我们知道几天内我们是安全的、啊。我想这个吼，这是中油的重责大任嘛，是经济部的重责大任，对不对？是，是国安单位的重责大任啊。因叫你爱几天，你目前是会当冻八天，对不对？上久会当冻几天？事实上，这不能说撑几天的问题。我刚刚特别报告，我跟台电之间都在协调，对，而且它可以调八天，可以再加几天，调整一下它的气的用量。那事实上，甚至包括董事长，如果你尽最大的努力跟台电再做一些结合，再尽最大的努力，可以从八加多少变成几天？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，不只跟台电，那可能跟 IPP 台电的 IPP，、嗯、还有包括工业用气，工业用气大概也占我们14%，工业用气怎么去调整？那我们当然是以守住民生为主，民生大概占7%，我们就是确保民生这一块，去做最大的努力，让它能够撑得最久。董事长，我知道你很努力，我是说你对全民、对全台湾的民众讲清楚，如果发生兵凶战危，你非常努力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天然气不会断，不会断气，然后我们是安全的，存量是安全的，用电是安全的，归缸。这样，很明确一个答案就好了。上。有十四天无？那为八天冻啊，十四天无？不止，那个来董事长，不止啦，不止。我想细节，我们再跟委员做报告。那个张委员，那本席尊重您的质询啦，哈。但是我想您的问题是，两岸兵凶战危的时候，天然气的储存量够不够？这个牵扯到几个问题哈。你的前提是打仗的时候，然后你来问天然气够不够？出现。那主席，如果说董事长在这里回答你，是不是泄露了台湾的所有的能源储存的机密问题？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话，他是不是私底下再回答您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主席，拍手，我非常尊重主席啊。我觉得这个关乎到国家的安全，所以不宜在这里用这样子的 title， 然后来质问中油董事长天然气的储存量。在兵凶战危的时候够不够？他现在回答你十天，你现在是要告诉中国说台湾的天然气储存量只有十天，到时候你要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太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尊重您的质询权，但是是不是让你侵犯了董事长的智慧了？ No， 主席做裁事，好不好？他已经讲到一个弹性，这跟国，这个大家要重视的安全，不是泄露国家机密，而且这是什么？依据天然气生产或进口事业自备储存容量的规定。
来，那个公开的事情不是吗？来，我是说你的努力之下，你能够有一个多大的弹性？你在私下跟张委员做报告，好不好？主席好，再进一步了。可是没有，主席，可是你刚刚讲那个很严重哦，不是泄露国家。对，你我讲这个很严重，不要轻忽董事长的智慧。你不应该在这里问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全民对台湾民众来讲，您问的这个问题，全民可以安心吧？您问的这个问题，还有一个点，抱歉，我讲一个点。主委被不是打仗啊，不是打仗，他要去跟谁？以前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，不就有军事演习吗？好，来，谢谢张清台委员，谢谢。主席，我们要共同努力，让全民能够安心。到了，好，主席，我们要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共同，共同维持国家，主席，共同维持国家安全，共同让我们全民可以安心，好吗？好，都讲这些。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委员发言。严重的抗议主席这样的那个，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长要不要回答由他来决定。主席有裁示权哦，这是主席的职权，请尊重主席好不好？那您现在不质询了吗？我当然要质询了。好啊，那就请。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长去决定的，不是你去决定的。我没有不让他回答，我只是让董事长私下来跟张委员报告，这关乎国家安全，我更在乎的是国家安全，好吗？影响他的这个质询的权利，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质询权。刚刚的时间是张委员的质询时间已经截止了，你也不，你可以提醒他。好，来，您要不要质询嘛？你可以提醒他时间到了，而不是这样子。主席可以做裁示的，这是主席的职权。好，各位大。